我害怕，倾城，不要怕，就是个小手术，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，我都爱你。等你出院，就娶你回家。芊芊，你别担心，手术一定会很成功的。 叶倾城进行双乳切除手术，请家人做好准备。医生，我姐姐就交给你了，别怕啊！我早说过了，她很紧。 这一下可有好戏看！走吧。患者罹患乳腺癌，现在我们进行双乳切除手术。萱萱。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？叶子轩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就你看到了这样呀？你们快帮帮我，让他离你远一点。帮你？帮你这个人不人鬼不鬼的怪物吗？哈哈哈哈哈！你什么意思？姐姐，你已经好，做了这么大一场手术。 居然还没显示结果阴性，我也发现异常病变，乳腺正常。你们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说你刚刚那场手术切掉的，是健康的。你可真是个猪！我说什么你就信什么是。 我说你有病？难道你就真的有病吗？你们俩干什么？我要报警！姐姐，我们就是跟你开了一个小玩笑，啊！你为什么生气了呢？我要报警抓你们！报警？好啊。 那就报一个让全北上人都知道的警，到时候大家都知道叶倾城就是个怪物。啊！你们救救我！救我！医生。 怎么样？大概要10个小时以后才会醒来。该走吧。是。王老板就喜欢玩这些特殊，等过了今晚，叶倾城就会一怒不顾，你家又会把他赶出去。到时候我就是新的叶倾城。子轩，我一定会尽全力，让你当上叶家家长。 国师大人，甲子年灾难即将来临，你要进入平行空间，找到自己的天命之人啊！国师大人，再耽搁下去，您就法力全失，灰飞烟灭了。
我将去平行世界找到我的天定之人，你们二人一定要为我守候华国。一个小子之后，我会是，国师大人，我们谨听您的吩咐。 一会儿，我要进去里面好好玩玩。无论听到什么声音，都不要进来，记住了吗？是，老板。怎么回事？我法力不见了。 人不就是等人，碰上这些人渣，我有恢复了，一定把你们都杀了。我这是怎么了？说，谁派你来的？啊，混蛋！放开我！你狠！不是，你在说什么？给我下药！你不承认！混蛋！ 你知道得罪我会是什么样的下场吗？你就是我要找的人。现在你承认是你下的药了，你这个该死的女人！果然是你。什么？你。 是不是被下药了？那还在等什么？开始吧！你这个该死的！你叫什么名字？装不知道我是谁。好，告诉我，斩北野。嗯，斩北野是吧？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的人了。女人。 你在惹火？那又怎样？很好，我会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我堂堂一国国师，居然被一个普通男人用了枪。等我法力恢复好，一定要让他知道我的厉害。族长，常言道，家丑不可外扬。 族长大人，劳烦您亲自出马，晚辈轻装有愧。不过是家中小事，我自会是无所的。姐姐，你和有夫之妇勾搭成奸，你怎么好意思跟族长讲这种话的？姐姐，你和有夫之妇勾搭成奸，勾搭有夫之妇，你怎么知道？姐姐。 都已经这样了，难道你还想狡辩吗？叶子轩，你一口咬定青城作风不正，你可有证据？族长，我有。有证据你就拿出来，不要空口说白话。族长，我要是拿出来了，姐姐这以后在北城可就没法做人了。姐姐，你有了子明哥这么好的人，你怎么能够这样的事情？你对得起子明哥吗？族长。 我对你一片真心，没想到你居然给我戴绿帽子，得罪了宋家，你知道会是什么后果吗？宋叶两家本身就要结亲，这下
恐怕成仇人了。那怪谁？要怪就怪他不检点，勾搭老男人，简直是不要脸。这岂不是让我叶氏一族蒙羞吗？姐姐，我劝你啊，让出叶家家主之位，这样还能够保全叶家人的名声。原来是想取代我当叶家家主啊！叶世成，跪下！ 叶世成，跪下！族长，为什么要我跪下？你父母已去，让你继承叶家家主，如今你竟做出如此下流之事，难道是要葬送我叶家百年基业吗？姐姐，听不听族长的命令是不服吗？叶倾城，你为何不跪？叶倾城，你现在还是叶家人，你还有资格跪？直到把你赶出叶家，你连跪的资格都没有了。 你们都是以一个个的靠着我叶氏集团活，我是叶氏集团唯一的继承人，想赶我出去，你们有什么资格？放肆！你不要因为族里花了你们家点钱，你就能耀武扬威。能为族里花钱是你的荣幸，别人还没有这个机会。你都还没有看到证据，就判定是我不对，难不成？ 你和他们是一伙的，姐姐，你还真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啊！你一个做了变性手术的人，还有什么资格？变性手术？什么？那岂不是变成了一个不男不女的？其实，我的姐姐，她是一个变态，她一天天想当一个男人，这不前不久便在医院做了变性手术了。总裁，他到了。 北城叶氏千金叶倾城，北城叶氏，他还有个未婚夫，是北城宋家的宋家。这次宋叶两家联手打下来，目的无非就是毁坏您的名声，那我们郑家无法在北城立足啊。那既然如此，叶倾城为什么要？这，来人跟我走。去哪儿？既然叶倾城那么喜欢给他未婚夫戴绿帽子，那我就成全他。 族长，这叶倾城一个不男不女的怪物，怎么能当叶家家主啊？这要是传出去，我们以后怎么见人呢？就是，我们都是叶家人，不能让他连累我们。现在就让他脱，脱了我们就知道。哎，叶倾城，事到如今，你只要让出叶家家主，再给叶氏集团，你还可以保留一点颜面，不要一意孤行，把自己逼上绝路。 你们很想看我脱衣服，是吧？姐姐，你敢吗？你敢吗？脱掉！让他脱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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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叶倾城，你当众脱衣服还有没有廉耻？贱人！ 你给打我！宋子怡，在我叶家，你也敢叫嚣？姐姐，你这是恼羞成怒了吗？子宁哥只不说句实话，你竟然敢打他！你敢打我？打他，你打个你。现在，叶倾城，你闹够了吗？族长，我是王老板最尊敬的一个人。 别看我，没有我叶氏集团的资助，你女人有什么资格？叶倾城，反了反了！叶倾城，你目无尊长，我们叶氏家族容不下你这种人。你自己时日不行，昏庸无能，有什么资格教训我？既然你这么不要脸面，那我就将视频公之于众。 什么好东西啊！喂，你是谁？他来到什么了？你怎么进来的？你干什么？算完我就想跑。王老板不长这样呀，难不成叶倾城昨晚是被两个男人玩了？就是你给我戴了绿帽子。叶倾城在不在？快给我滚出来！他是谁？
他来找你干什么？关你什么事？是明宇的事，赶紧走吧。白雨晴过冬吧？你又是谁啊？你找我姐姐干嘛呀？昨晚叶倾城跟我睡了，他现在是我的女人，我准备把她娶回家。大家没意见吧？叶倾城，你这个贱人，你到底勾搭多少男人？叶倾城，你这个贱人！ 你到底勾搭多少男人？叶小姐，刚跟我上完床，就想跑，老子看上你了，跟我走吧。嗯，小丫头片子，脾气还挺大，我就喜欢你这股辣劲。叶小姐，你这个贱人，亏我还一心为你。姐姐，你放着子明哥哥这么好的男人不要，你竟然……他，还有他，口味真重。 废话少说，跟我走。老子看上的人，千万老子也忍不住。哪儿来的下三滥，给我滚开！想带我的人走，跟我说了吗？ 你的人，哈哈哈哈哈！臭小子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北镇霸主王老虎，想跟我抢女人，你配吗？喂，你行不行啊？不行的话就让开，别把命搭在这儿。你看，就连叶小姐也看不起你了，还不给老子滚！老子！ 最讨厌别人在我面前称自豪赞。我的天哪！谁把命搭的？没想到你还有两把刷子吗？你还有两把刷子吗？你是疯了吗？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他可是威霸天的人，现在北城一半的产业都在威爷手中，你完了。魏叔的儿子，是。叶小姐，你布的好局啊！你这出骨肉计唱得好，成功把我拖入局了。 江湖上都知道我最看不得女人受气，不过现在你得跟我走。我为什么跟你走？昨晚良宵一夜，你都忘了，我不想在这儿引起风波。小子，我警告你，别在这儿撒野，你就是叶小姐那个不值钱的未婚夫宋子明吧？ 我劝早点解除婚姻，否则我让你尝尝我的手段。走不走？你不走，我扛你。你扛我走？你还有这理去？哎哎，放我下来！子明哥，这是什么情况？他还敢威胁你？不管他是谁，他现在得罪了威霸天的人，他和叶星辰。 都不会有好结果的。放我下来！你放我下来！放开我！大胆，竟敢对我无礼！叶星辰，你设计我的事情，我还没找你算账。什么设计？你一直都在说，我不懂。想玩是吧？ 我有大把的时间陪你们。你脑子是不是有病啊？这女人，她是个神经病。说什么？你是我的天命之人，和我在一起，保你荣华富贵，不受颜名。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战北野，你要爱上我，和我结婚生子。 叶倾城，你真是好设计，想嫁给我，你想得美。
我对你这种主动送上门来的女人不感兴趣。把她关到我的别院去，没我的命令不许放她出来。是。滚！你敢管我？你真知道我是谁？信不信我动动手指吃我让你命？总裁，我怎么觉得这个叶小姐脑子不大灵光？装疯卖傻呗！加快对叶氏集团和宋氏集团的收购，敢设计我，我让他们两家都消失。雷野哥，你终于回来了，人家等你好久了。你来找我干什么呀？人家想你了嘛。还有啊，下周咱们两家就要商量我们的婚事了。谁跟你说我们的婚事？詹奶奶和我爸已经确定好了呀。他们说的不算。詹峰，送客。啊，是。哎，北野哥，北野哥，狗腿子，你来这儿做什么？我马上就要成为詹家少奶奶了，到时候啊，有你好果子。方小姐，请吧。詹北野。好，张小姐，您和张先生谈的怎么样？混账！我让你给他下药，这点事都做不好。大小姐，我也没想到这张先生他体力那么好，给他下了那么重的药，他还能跑。你怎么知道？要是我当不成战家少奶奶，你就给我卷铺盖走人。大小姐，我知道昨晚跟张先生送什么女人。谁？谁？北辰叶倾城。该死，居然让姓叶的捡了便宜，而且有屁快放啊！而且听说战先生将那叶倾城藏到了战家别院，有点金屋藏娇那味道。混账，怪不得他和我不亲热，原来是被别的女人勾引了。敢跟我庄圆圆抢男人，我让他有好果子吃。北辰叶倾城他也不是好惹的主呀。住嘴，我好歹也是京城庄家大小姐。他一个区区北城叶家拿什么跟我比？我动动手指头就能把他捏死。是是是。叫上人跟我去战家别院，我去会会这个叶倾城。是。天地玄宗，万系本根，广修同系，万物归宗。门开。门开。太好了，我的法力回来了，太好了。你就是叶倾城，大胆！尔等何人，竟敢私闯我的房间？叶倾城，你个贱人，敢跟我抢男人，简直是不要脸！撕烂他的脸，看他以后还怎么勾引男人！是。总裁，出事了！庄小姐带人闯进了别院，叶小姐危险了。庄圆圆，好大的胆！连我的别院都敢闯！庄小姐素来嚣张跋扈的，动不动就把人捅残废，我担心叶小姐。备车，去别院。是。叶倾城如果出现任何问题，我唯你是问。是，属下知错了。你来了。你敢？他是你的影。不是，那你是我的男人，就算他是你的女，也得给我分了。就凭我会算命，你少年命运多舛，父母早亡，如今事业有成，但是你的劫数马上就要到。不过放心，我会帮你度过这劫难的。那你倒是说说，我的劫数是什么？你想要在北城立足，但是北城家族林立，个个老贼，他们早已在暗中布好了眼线，想要趁你不备变性。你告诉我，害我，包不包括？你不说是吧？你不说，永远都想躲。
站北野，我是你的四眼金，只要有我在，你就会所向披靡。你这张嘴，真是会胡说八道。不信，你奶奶住院了。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我奶奶的身体健康的很。喂，什么？太太住院了，我这就赶过去。哎，不用着急，你奶奶已经度过危机。跟我走。不要走挡了山的路。怎么了？待会儿会有车祸。说大话也要有个限制。准备出发，蒙我奶大约需要15分钟。怕遭天谴。倒计时：5、4、3、2、1。已为您避开车祸拥堵路段。总裁，导航上路变成红色了。已为您避开车祸拥堵路段。天哪！你到底是什么？你喂过我们的太太，我现在累了，不要打扰我。换道。好在我休息了一晚，稍稍恢复了点法力，但是预算了两个未来。现在法力透支，他到底是什么？快可毙了！如此大动干戈的接近我，他的目的是什么？不管他是什么目的，惹上我，他死定了。魏先生，王老虎见过魏爷。说吧，谁打的你？属下，是对方射来的。你被打了，你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来头？我知道。回魏爷，他是我姐姐的聘用，不过他就是一个小混混。小混混？他就是一个吃软饭的，只不过图我们家产罢了。那你姐姐又是谁呀？叶倾城，叶家家主，就是他让那小子打的我。这叶倾城好大的胆子，敢打我的人！来人，发布追击令，全城追击叶倾城，我要活的！少爷，你回来了。奶奶怎么样？大孙子，你来了。奶奶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都是我的问题。老太太今天不小心吃了敌，呛到了，好在医生来得及时，才避免了危险。没事，岁数大了，不中用了，吃了东西都被噎着，吓着你了吧？奶奶，你是我这世上唯一的亲人，我不允许你出任何。傻孩子，哦对了，你和圆圆的婚事准备的怎么样了？这孩子，你父母早啊，咱们詹家就你这么一棵独苗了，要是看不到你结婚生子，我就是死了也不瞑目呀。奶奶。没特事，我什么都没特事。现在没针嘴了吧？上回吗？现在没了吧？叶倾城，我问你一个问题。你真的能预测吉凶？那是当然。那我问你，以后我会有孩子吗？有，会有五个孩子。什么？而且是我生的哟。别说这些不着调的话，我跟你约定一个协议。什么协议啊？冒充我的未婚妻，必要的时候我们会结婚，为期一年。那你们这样吧，我们离婚，放你自由。你要娶谁啊？反正不娶你，我对你不感兴趣。我和你在一起呢，只是权宜之计。你有你的计划，我有我的打算，我们很合适。也行，就是我怕你一年之后呀会后悔。做你的美梦吧，我对你不感兴趣。
行，那后悔的人裸奔五公里。好，真的。待会儿呢，我带你去见我奶奶。你现在的身份是我的未婚妻，未来湛家的少奶奶，记住了吗？嗯，记住了。走吧。奶奶。这位是奶奶好，我叫叶星辰，是他的女朋友。您看上去面色红润，一看就是大富大贵之人啊。哎呀，这闺女嘴真甜。你真的和我们阿姨在一起了吗？你可不要骗我这老婆子啊。奶奶，她就是我想娶的女人。好好好，只要你喜欢就好。好孩子，这是奶奶的一番心意，收下啊。奶奶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。收下。奶奶，那谢谢您，我很喜欢。阿爷呀，我没事了，你带着清晨呢，出去走走看看玩玩啊。好的，奶奶。清晨，阿爷呀，他是个好孩子，只是偶尔啊，脾气不太好，你要多包涵他啊。好的，我知道的，奶奶，放心吧。嗯，好好好。好了，你们出去玩吧啊。嗯，好。走吧。奶奶，再见。北爷，您奶奶没事了，我准备回北城了。叶倾城，你是我女朋友。单北爷，作为你女朋友就不能回家了？你也太霸道了吧！你不知道我家里都快被那些坏人给霸占了吗？我再不回去，叶家就要易主了。你要是跟我搞什么阴谋的话，我第一个饶不了你。姑奶奶，我想弄你，还需要什么阴谋吗？我可以分分钟秒掉你，好吗？你果然想害我，这简直是个大傻蛋！抱一下。哎呀，抱一下什么嘛？你离我远点。战北野，你昨天跟我都……让你抱。嗯，我现在感觉全身充满了力量。太夸张了吧，抱一下就充满力量了。我的叶倾城，你个小骚。叶倾城，你个小骚。又是你碰我的北野哥哥。男朋友，我要回北城了，希望在下次见面之前你能处理好你们。怎么见着我就想走？既然敢来单家大宅，那就请单奶奶评评理。你插着我和北野哥的感情，真是不要脸。单北野，你要是再不说话，我可就动手喽。北野哥，你看他，他真是个野蛮人，动不动就动手打人。够了，你先回北城，把你们叶家的事情处理好，再回来找我。哥，你怎么就让他走了？他都把我欺负成这样了。他是我女朋友，你要是要赔偿的话，可以找我来要。他什么时候是你的女朋友了？刚刚。以后没有事情的话，不要随便来找我，男女授受不亲。叶倾城，我不会让你如愿当成湛家少奶。现在我要夺回属于叶倾城的一切。这具身体实在是太弱了，连呼吸都察觉不出来。我这是在哪儿？姐姐，你醒了？叶子轩。是你暗算的我，叶倾城，你这个贱人啊，你居然敢给我戴绿帽子！你这种人渣，竟敢对我动手，我就亲手剐了你！
你这个贱人，我弄死你！住手！ 贱人，我弄死你！住手！你想坏老子好事？你杀了叶倾城，谁来引出那个男人？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引蛇出洞，来人！放叶倾城带到地下赌场，放出消息说今晚拍卖叶倾城。是。总裁，叶小姐出事了，王老虎今天晚上把她拍卖了，卖到缅甸去。 他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拐卖人口！他知道叶倾城是我的人吗？谁给他的胆子？总裁，咱们这里有炸药。如果这是叶倾城的计谋，更不去。总裁，您不会真……你扯什么蛋？谁喜欢他？不可能。还有，你要是再八卦。 给你送飞出去！是，属下知错了。哎，别今晚好好的，绝对交给你。各位老板，好久不见，让我们今天共同饮杯。怎么共饮一杯？来来来，来来来，哎，我走了。各位老板，人来了。 好，各位老板，咱们现在拍卖会正式开始。十万，十五万，哎，怎么回事？他这个胸怎么跟正常的不一样呢？那是艺术。这也太像正常了。二十万。 妈去！好，我们赚出来了，这边。二十万，还有更高的吗？热闹没有？我出1000万！妈的，总算把你等到了！妈的，总算把你等到了！敢打老子，今晚就让你有来无回！故意把我引过来，不客气了。打死他，算我的，动手！ 不是想弄死我吗？你跑什么呀？臭小子，敢打我！ 张爷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不回答我，再想怎么骗我是吧？把头抬起来，回答我！区区凡人竟敢对我这样，将你下天来，将你覆灭！该死！哪来的力气？凡人，我为什么反抗不了？被我闯进。
你怎么在这里？这是哪里啊？我怎么没穿衣服？你昨天晚上对我做了什么？叶倾城，你叫那么大声干嘛呀你？昨晚的事情，你不记得了？昨晚？张北野，你居然对一个意识不清醒的人做那种事情，你好意思吗你？昨晚是你把我救回来的吗？你说呢？你人缘那么差，除了我，谁会管你的死活？嗯，谢谢你。我的继妹叶子轩和我的未婚夫宋子明勾搭在一起了，他们不仅背叛我，还想谋杀我夺得一家家产，他们伪造病历，还说我得了乳腺癌，让我做了切除手术。你，这是我用法术变的。法术？嗯，你别再胡说八道了，你就是对我图谋不轨。我对你图谋不轨什么？你知道我是战士集团的总裁，战士集团本来准备在北城布局，你就联合叶氏各家族对抗我，你这点小心思早就被我看出来了。果然是凡人，可就这么些。我见过会变魔术的，可是我没有见过谁能把残缺的东西修补成完整的。来，你过来，我让你见见我的本事。哎呀，你过来嘛，你就不想知道我的秘密吗？嗯，来来来嘛来嘛，看我给你变的花花。无聊。嘿，你这人怎么有眼不识泰山啊你？骗子，满口胡言的骗子，把衣服给我穿上，马上滚出这里，我不想再看见你。可是我跟你还有婚约的。我不想跟骗子做交易。婚约解除。你这个凡人也太不把我放在眼中了。心之光，地之光，日月星之光，火通七大光，光光照四方，金光出现，祸福今生。我来自平行世界，如来花国国师，拥有无边法力。但是到了这里，我法力有限，如果过度使用，就会遭到反噬。哎呀，叶倾城，你怎么了？被法力反噬，我感觉我的肋骨快碎了。我送你去医院吧。没有用的。那我要怎么帮你啊？天定之子的爱和亲吻，天定之子带着爱意的亲吻和拥抱。我现在恢复法力，可是我根本不爱你。我知道，所以我每次只能恢复一点点。只有我爱上你，才能帮到你。我帮不了你，叶倾城。既然你跟他们不是一伙，那我们协议继续。你算了解，你说继续就继续，你说取消就取消。你虽然会法术很厉害，但是就现在你这种情况，你想夺回叶家家主之位还得靠我。你做梦，我才不会靠你呢。等我恢复好体力，我就离开这里。随便。哎，你给我等着，我早晚会离开这里的。张北野，你个混蛋，等我恢复好法力，我就杀了你。总裁，张家发来邀请函，今天晚上明珠酒店有一个商宴，届时京城有头有脸的人物都会出席。好，
我会如期赴约，这是邀请函。那要给叶小姐准备礼服？不用了，她不去。是。明珠小姐，参加晚宴不带我，我才不稀罕呢。我要专心恢复我的法力。不能再乱使用法力了，否则小命不保。子明哥，你看，京城湛家的邀请函，我也收到了。真的吗？那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去了。听说京城除了湛家，就是段家。听说庄家大小姐跟湛北野也有婚约。真的呀？那要是这样的话，湛家岂不是更强了？不然这样吧，我把湛北野勾引到手。你湛北野放着庄家大小姐不要会合你？哇，你怎么这么讲话？你不也是不喜欢我姐喜欢我吗？再说我可是把叶家家主叶倾城都比下去了，他一个庄家大小姐又能怎么？我决定了，如果我在宴会上碰到湛北野，我一定要让他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。哦，你怎么在这？去哪儿啊？知道这什么地方？明珠大酒店，京城湛家旗下酒店，住一晚上都要8888，你住得起吗？想在吃软饭就给我低调点，这是你能来的地方？啊啊啊！放手，放手！他都是个怂货，就会逼溜舍得对女人下手，还跟我跳？你乱啰嗦什么？我没有。看来你也是不挑啊，他一个不男不女的，你也能下得去嘴？这么说，乳腺癌的事情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了。叶倾城现在胸上少了两块肉，你不会不知道吧？宋这个一定会替他报。我呸！就凭你给他报仇，你有那能耐吗？妈的，敢打我！哎，嗨，你们好，我是北城叶家的，我叫叶子轩。你认识叶倾城吗？嗯，她是我姐姐。哦。啊，我给你们打听个人吧，你们知道京城鼎鼎大名的湛北野吗？你们也知道，像他这种人，隐私性极高，网上连一张照片都没有。你找湛北野做什么？我就是想跟他认识认识。哦。你干嘛呀？没什么，就是好奇你们叶家真是专出贱人。你说谁是贱人呢？说的就是你啊，土老帽，你也不看看你长什么样子，好意思勾引我的北野哥哥，你配吗你？我可是北城叶家的。啊，庄小姐怎么发这么大的脾气？这姓叶的就是犯贱，跑就过来想勾搭湛北野。听了，全天下谁不知道，庄小姐和湛北野湛先生可是天生一对。嗯，你是庄圆圆？你是庄圆圆？这是哪儿来的乡巴佬？连堂堂的庄大小姐都不知道，人家呀可是北城叶家的。叶家，叶家怎么出了这么一个显眼包？来人，把他给我赶出去。是。别让这种人影响了宴会的档次。是是，叶小姐请吧。哼，快走吧，还北城大小姐，真是丢人现眼。张圆圆，我讨厌你。
庄家大小姐。这怎么个？啊，你脸怎么肿了？你的脸怎么也肿了？我觉得吧，这个京城一点都不好玩。不好玩。要不咱们回去吧。回，现在就回。京城跟我八字不合，这破地了。张飞，你最好在明珠酒店乖乖等我，要不然我真的要嘎了。云月，站出来吧。你们随便，我先跟他聊一会儿，我再出去。北野哥，你能来我真的很开心。他没有带叶倾城，想必也是和叶倾城玩玩。对了，下周啊咱们两家就要商量我们的婚事了，我真的好激动啊。你激动吗？我不激动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已经有结婚对象。谁？叶倾城。陈北，我不行了，好难受。我要怎么帮你？抱紧我，抱紧我会缓解我的疼痛。你不是说只有爱上你拥抱才有用吗？你不爱我也有用的，如果你爱上我再抱我，我会恢复无上法力。叶倾城，我不爱你。哦，战北野，他出生卑微，根本配不上你。战北野，我不是让你去撩兰桃花吗？天地良心，我跟他没有关系。听到了吧，他跟你没有关系，他现在已经名草有主了，你就别惦记了。战北野，你别忘了，我们战家要想在北城立足，和我联姻是最好的选择。你威胁我？我说的是事实。庄媛媛是吧？我以北城叶家家主的名义告诉你，从现在开始，战家由我罩着。战家由我罩着，你区区一个叶家，敢在这儿放肆？北城家主叶倾城是我的未婚妻，从今天开始，叶家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，谁要是敢欺负他，就是在跟我作对。我会让他求生求死不能。战北野，叶倾城，我要了你们的命！你明知道你身体不行，还强行施法，你不要命了？你是我的人，只能由我欺负。不管你爱不爱我，你都是我的人。你忘了？我们来自不同的世界，你最终还是要离开。可我，可什么？你最终不过就是将我耍弄一番，然后再将我抛弃。与其这样，还不如不动心。我是在做梦吗？叶倾城，你是神仙吗？不然怎么会发出神仙一样的光？别傻了，我是大国师，不是神仙。我要是神仙的话，就不会这么惨。你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了？感觉很奇怪。怎么了？就是说，如果充电的话，以前我充满需要一个月，现在只需要一个小时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可能是我变强了。对啊，我明天要回一趟北城。
所长，我姐姐她这一次算是彻底得罪了王老虎，而且威爷也对她下了通缉令，她应该不敢再回北城了。是吗？这威霸天在北城可谓是一手遮天，势力非常庞大，惹了他轻则残废，重则死。这次叶倾城恐怕是凶多吉少了。不过这叶倾城要是不在了，往后公司谁来管理？这组里还拿得上钱吗？组长，我身为叶家人，有义务在叶家危难之际站出来。而且您知道我跟王老虎关系不错，我想威爷应该不会为难我们叶氏公司的。国不可一日无君，家不可一日无主。既然子轩这么有担当，那就让他来当叶家家主，以后负责叶家以及公司的所有事务。我不同意。叶倾城，叶家只是我的叶家，你们只不过是依附着叶家生存的蛀虫而已，有什么资格决定叶家家主的位置？混账！族长大人，如果你想继续过安稳的生活，我劝你还是少说话，否则我让公司断了家族的供给，您那锦衣玉食的生活将不复存在。叶倾城，你少吓唬人了，我才不相信你能有那么大本事。我身为叶氏集团的总裁，岂能是你说两句就能动摇的？我一个人就拥有叶氏集团80%的股份，除非我死，要不然你想取代我的位置，这是白日做梦。80%，叶倾城，你确定吗？当然确定。那我问你，这些年你有没有亲自管理过公司？你知道公司内部目前是什么情况？宋子明，我信任你才让你管理公司，没想到你在公司动手动脚。我宋氏集团合法合规收购叶氏集团40%的股权，有什么问题吗？40%？大子明哥，我们加一块是不是比姐姐多呀？宋氏集团目前拥有叶氏集团40%的股权，倘若我再收购超过10%的股份，那么叶氏集团我说了算。叶倾城，那这么算的话，你现在就相当于是被架空了。你现在不想让出总裁之位可以，等到子云哥把全部股份都收完的时候，你就会被扫地出门。叶倾城，你没有资格，也没有能力管理公司，劝你趁早把位置让出来，以免在北城名义扫地。组长，你怎么知道我没有能力？叶倾城，没有子明哥，你什么都不是。来人，来，把叶子君给我赶出去，蓄意谋害叶家家主，永生不得他进叶家半步。叶倾城，我也是叶家人，你竟然敢赶我出去、我跟你压根就没有血缘关系，你只不过是小三带出来的女儿罢了。我之前把你当做妹妹看，是给你脸，既然给你脸你不要脸，那就休怪我翻脸不认人。叶倾城，别太嚣张了。宋子明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会让你把叶氏的股份一点点透露。倾城，你再借酒消愁啊。你怎么了？当然可以进来，我差点就成了这的主人。哥，倾城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吧？哥，别碰我！倾城，我劝你还是别挣扎了，你挣扎的越快，药效发挥的越快。什么？今晚我就让你成为我的女人。哥。你休想做梦！明天之后，我们在一起的消息就会传遍整个北城。总裁，总裁，叶家人说叶小姐被宋子明带走了，去了酒店。叶小姐之前可能就是跟你玩玩而已。总裁，你去哪呀、总裁？叶倾城根本不爱你，你被骗了。爱与不爱，他说了不算。
贱人，给我戴绿帽子，看我玩死你！哟，行啊，那就看着爷怎么弄你！混蛋，放开我！你打我干什么？是他怎么弄的？你看他穿这么短的裙子，摆明了就是要勾引我。杀了他！说什么？你居然为了你的屁股杀你的未婚夫，你要不要脸了？你不害怕吗？怕什么？一个奸诈小人还不能吃我屈服？子明哥，你怎么样啊？姐姐下手也太狠了。子明哥，他下午就要召开股东大会了，说是要收购剩下的隐藏的20%的股份。我不会让他如愿的。庄媛媛，各位，我准备高价回收叶氏集团股份，股权在各位谁手中？可以谈一下。叶金蝉，收购股权的事你就甭想了、啊。这是叶家的高级会议，你们来干什么？我闭嘴。庄家拥有叶氏集团11%的股份，这是收购文件。现在我要将这11%的股份全部转让给宋子明，他将拥有51%的股份，成为最大的股东。叶倾城，你跟我斗，你配吗？你跟我斗，你配吗？对，我现在是叶氏集团最大。至于叶倾城，从主位上滚下来，那是你该待的地方吗？对呀、啊，姐姐，你毫无公司管理经验，就管这么大的公司，难道你是想让公司破产，让大家都失业吗？看够了吗？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滚出去！慢着，你这个吃软饭的又来干什么？叶倾城是我的未婚，你们谁敢把他干掉？叶倾城现在没什么资产了，而且股份也被剥夺了，你这么维护他，捞不到一点好处吧？现在识相的都悄摸声的给我滚出公司，不然我就叫保安把你们打出去。你有那个本事？那我呢？那我呢？哟，都在这呢，看来我来得很巧啊。是啊，王老板，您看，威爷通缉的两个人现在都在这儿，怎么处置他们？哼，干的是最威爷，自然叫他们有来无回。今晚我去找人办了你。王老板，得罪你让你下不来台的是他，叶倾城。老子看上的女人跑不了。那么多失重，你有把握吗？他们就是些臭人吧。叶倾城，你少废话，赶紧从总裁的位置上滚下来，你有那资格吗？他没那个，你就有了。我当然有了，我现在手握叶氏集团51%的股权，我是大股东。是吗？做得好。是你这吃软饭的在装什么啊？喂，什么什么？怎么了子明哥？完了，全都完了。宋氏集团战家收购了。什么？宋子明，你现在已经是身无一物的废物了，还不滚回你的叶家看看。给我等着！哎，子明哥，等等我。庄小姐，你偷鸡不成蚀把米，想联合宋子明一起搞垮我，计划泡汤了？哼，你给我等着。刚才谁说让我有来无回？我可是魏霸天魏爷的人，
你们敢打我，就是不给魏爷面子。你们惹得起吗？夏风，你开要害部，别弄出人命。明白了。魏爷，你要为我做主，那个不知情的臭小子把我打成这样，大打我就是打劫啊！你为一个无名无姓的人打成这样，你还敢报我的名？废物！魏爷，你消消气。 生我无能，但是那臭小子说，就算为您在，他也照打不误。居然敢挑衅我，那我倒要看看他有多大的本事。你仗着业绩，和他是一起的。来人，放出追杀令，全城追杀叶青桃。为了我收购宋氏集团，你爱上我啊？你想多了，收购宋氏集团。 原本就在我的计划之中。我不信。原本收购叶氏集团也在我的计划之中。你跟宋子明在我这儿没有区别。你真的不爱我？不爱。 好，既然如此，那咱们之间的婚姻取消吧。你是我的天命之子，但也不是非你不可。你信不信？如果没有我，连叶氏集团都帮不住。那又怎样呢？反正我不是这个世界的人，我早晚会离开的。你果然要离开。 不然呢？你要让我一个堂堂国师为你一个区区凡人在这里跪一辈子，简直就是笑话！战北野，你给我记住了，只要我动动手指，就会没了性命。你在我面前，如同无物。叶倾城。 叶倾城，叶倾城，人呢？ 总裁，他跟一个男的走了。怎么？总裁，叶小姐可能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高贵，她不过是个趋炎附势的商人罢了。好，好，好！叶倾城，你做得好。总裁，那您还要去找他吗？ 我还想他干什么？以后不许在我面前提起他。北野哥，你过来。你想嫁给我？嗯。好，我娶你。下周六举行婚礼。 地点在明珠陵。魏爷，人带来了。你就是叶倾城？
长得确实不错。来，是是是，把宋子明带过来。宋子明，你们宋家完了，你不是还有叶倾城这个未婚妻吗？不如我给你们当证婚人如何？威爷，您的意思是？娶了叶倾城，那叶家的财产不都是你的了？你照样可以当锦衣玉食的大少爷。哈哈哈哈哈哈！那我就谢谢威爷了。叶倾城，快点谢谢威爷啊！快点啊！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我告诉你，威爷动动手指头就能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威爷，这女人不懂事儿，我代她谢谢你啊。那下周六明珠酒店举行婚礼，如何？太好了，威爷，谢谢威爷。叶倾城，还有五天就是我们大婚的日子了。我现在不动，但是你最好给我老老实实，否则我可不敢保证你是否还能活着。我这是怎么了？我的身体虚弱的犹如80岁老妇人。我要压上，不能让他们摆布。啊！这是贱货，没想到把你变成了怪物，宋子明还愿意娶。宋子明娶你，只不过是为了叶家家产。我一点没等他拿到全部财产之后，就会像垃圾一样被人丢掉。他爱的是我，也只能是我。总裁，您和庄小姐即将大婚的消息已经通过各大媒体放出去了。北城那边有什么消息吗？您是想问叶小姐有什么消息吗？叶小姐，哎，别提她，我不想听她的事儿。那我先走了。别动，你说吧。哎，叶小姐她也要结婚了，和宋子明。跟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。你确定你没有搞错？叶府已经发了请帖。下去。是。叶倾城，你宁愿嫁给一个构陷于你置你于死地的人，不愿意向我低头，看来这一切都是你布下的局。你把事情做得那么绝，就别怪我不留情面。哎，加快对叶氏集团的收购，半个月内让叶氏集团在北城消失。如果这一切都是你想要的，叶倾城，我如你所愿。不错，先下去吧。叶倾城，今天是你我大喜的日子，你是不是应该开开心心一点啊？你有本事就掐死我呀，否则叶家的财产你一分都别想得到。贱人！叶倾城，乖乖听话，等举行完婚礼，我会给你个体面，明白了吗？
哟，一个人在这里啊？早就跟你说过了，你是我的对手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当然是来结婚呀、啊。你还不知道吧？今天是我和战北野大婚的日子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当然是来结婚呀、啊。你还不知道吧？今天是我和战北野大婚的日子。你以为他会喜欢你？只不过是和你逢场作戏罢了。那晚要不是我给他解了，轮得到你捷足先登，真是便宜你了。你对郑北野下药，他知道了，你知道会是什么样的后果吗？叶倾城，我告诉你，郑北野已经不理你了，我动动手指头就能把你捏死，你最好给我识相点。哟，忘记告诉你，战北野已经收购了叶氏集团，过不了多久，你们叶家就要消失在北城了。他对你已经起了杀心。谁能想到，我堂堂一国国师，竟会沦落到如此地步，被一众凡人欺辱。也许我命中有此劫，得不到天地之人的爱，我将会枉费菩萨。那女之爱到底是什么？是金钱，还是权力？爱情果然令人看不懂。看来我大限将至，我会在最后一个顺应天命。新娘子，你是否愿意这个男子成为您的丈夫，与他缔结婚约？无论疾病还是健康，无论贫穷还是富有，或其他任何理由，都爱他，照顾他，尊敬他，接纳他，对他忠贞不渝，直至生命的尽头。我愿意。新郎呢？新郎，您是否愿意让这位女士成为你的新娘，并与她缔结婚约？无论贫穷还是富有，无论疾病还是健康，都愿意爱她、尊重她、照顾她、接纳她，至死不渝，直到生命尽头。我愿意。那新娘呢？快说愿意。人啊，快说愿意啊！我不愿意。这个贱人！我不愿意。婚礼到此结束。北野哥，北野哥，你回来！这个贱人，你干什么？你快去死！去死！叶倾城，叶倾城，睁开眼睛看看我，你睁开眼睛看看我。战风，老三，这个地方给我守死了，一个人都不许给我跑了。是，你一个吃软饭的，
敢在我的场子造次，烦了你了！子明哥，现在你离开。妈的，这家伙简直不把我放在眼里！臭小子，今晚就要你有来无回！上！ 醒醒，你醒醒！叶倾城，醒醒，你醒醒！陈北，我不行了，好难受。我要怎么帮你？抱紧我，抱紧我，缓解我的疼痛。你不是说只有爱上你，拥抱才有用吗？你不爱我也有用的。如果你爱上我再抱我，我会恢复无上法力。我拥抱你。 可以让你恢复法力。一点半，周春伟。 叶倾城，你醒了。陈北，我感受到你的眼泪。叶倾城，对不起，我说了谎，我爱你。知道。给老子死！ 给老子死！你们干嘛？我可是魏爷的人，动了我，你们不得好死！我回去告诉魏霸天，北辰变天了，从今天起有我叶星辰说了算。你吃了雄心豹子胆，魏爷杀人不眨眼。 你想当北辰老大，你有那命吗？日后让他乖乖的跟我道歉，要不然你跟他就永远消失在北城。叶倾城，三日后就是你和那臭小子的死期。怎么，不服气？我只需要轻轻一拧，你就身首异处了。 我已被侦破，你甚至不武。好，给你时间，三日后叶家见。好，你们给我等着，我们走。你的身体没事了。北野，你担心我死吗？对不起。 听说你今天娶状元，叶倾城，你个贱人，都要结婚了还勾引我的男人，我今天就要了你的命！叶倾城，你究竟是什么妖女啊？别以为会点障眼法就能勾引我的男人。哼，占北野跟你在一起，不过就是图个乐子。你以为他真的喜欢你？他现在和我在一起，他不服。 喜欢谁，一目了然。占北野，我们两家交往素来亲密，今天你为了这个贱人背叛了，你怎么向庄家交代？庄媛媛，这件事情是我对不住你，我会拿出10亿作为补偿。我对你没有感情，我不能和你在一起。占北野，你把我庄媛媛当成什么人了？10亿就把我打发了？ 那你想怎么样？我要你的一只胳膊，要是你今天自断一臂，我就死。
唐爷爷，你确定今天我自断一臂，你就跟我解除婚约？飞燕，好，这件事情我愧对于你。今天我就当着大家的面自断，从今往后我们再无瓜葛。飞燕。你何必这样对自己呢？这件事情是对我冲动的一种惩罚，不关庄园的事情。当初要跟他结婚的人是我，今天要跟他解除婚约的人也是我，我必须要给他一个交代。飞爷，可是你动了手之后，以后的生活怎么办？为了你。 我心甘情愿。飞爷，庄媛媛，你让我做的事情，我做到了。战飞爷，你今天为了这个贱女人自断一臂，你今天给我的耻辱，我一定会还给你的。我们走。飞爷，总裁，飞爷，你忍一下，我们马上去医院，马上去医院。不必。 叶小姐，你什么意思？难道让一直看总裁的手臂废了吗？什么情况？总裁，你手臂，郑峰。 他没事，为了避免引起恐慌，我消失了他的记忆。还能这样？你看一下，你的手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我的胳膊没事了。对，不过，清城，你怎么了？我不能在这个世界随意施法。怎么会这样？我们两个世界磁场不同，如果我过度施法，会遭受法事。我送你去医院。笨蛋，医院治不了我的。那怎么办？傻瓜，你忘了，你就是我的万能药，有你在，我不会有事的。 那我亲你一下。啊，总裁，总裁，总裁，你给我怎么样了？你给我怎么样？啊，总裁呀，你好端端的人没了个胳膊，以后怎么办呀？啊！ 真想妹妹保护你，丈夫对不起你啊！你别哭了，你快送我去医院。再说我胳膊就废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去医院，很快，很快。走。这叶小姐真是的，总裁都那样了，还要让她？你别想心了。嗯。 你被打了，那小子似乎有点来头。什么来头呀？我让我记住，连着被打了几次都不知道他是什么来头，废物！连着被打了几次都不知道他是什么来头，废物！威爷，不管他是什么身份，重要的是。 无论他是什么身份，都没有您的身份尊贵啊！敢在我北城地界上惹事，那就是和我作对。叶倾城，他有什么？威爷，叶倾城惯用这些虚张声势。我听说最近战士集团正在加紧收购叶氏集团，他没这个本事跟您争。叶倾城婚礼上逃婚。
简直丢尽了叶氏一族的脸。我们族人会将他赶出叶家，以后就由子轩来当家。谢谢族长，我叶子轩定不会辜负叶氏一族所托。文爷，我们叶家以后靠您多多照拂了。三日后，待我抓到叶倾城，一切好说。我们叶家一定全力助您一臂之力。我王老虎甘愿当文爷的头帮右臂，我的手下任你差遣。三日后，我一定再来。三日后，我一定再来。族长，等我当上了一家家主以后，你管理族里的费用我给您翻三倍。好好好，我没看错你，只要我在一天，我就不会让叶倾城重返叶家。那就谢谢族长了。子轩，子轩，恭喜你终于当上叶家家主了，以后整个叶家都是咱们的了。咱们？对啊，宝贝儿，我不娶什么叶倾城啊，我娶你啊。你干什么啊？像你这时候我没人要的二手货，你才不行。你说什么？宋子明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当初跟我在一起不过是图我们一家家产吧。子轩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我听不懂。听不懂是吗？那我告诉你，你们宋家完了，你对我来说就是废人一个，现在给我滚出叶家。叶子轩，你过河拆桥，别忘了当初害叶倾城的时候是谁帮你出谋划策。来人，把宋先生送出去，不准他踏入叶家一步，否则见一次打一次。叶子轩，你给我等着，东营发达了，我一定要你好看。走啊！你怎么了？嗯，好好。嗯，你干什么？你不是说只要我们，你就可以恢复法力吗？不行！叶倾城，你耍我！我帮你，你还打我！不是的，张美雅。我们俩现在无名无份，不能真的说是谁。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该做的事情就已经做过了。你现在说是不是有点晚了呀？那会儿被下了药，神志不清。嗯，也是。那天晚上，我如果神志清醒的话，应该不会和你发生关系。所以你后悔了？我不后悔，我很庆幸那天晚上的人是你。其实今天你不应该端别的，你那药就是庄圆圆下的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当然知道了，他亲口跟我说的，他很嚣张，根本就不怕你不知道。其实我早就知道。那你还自断手臂？哎，一码归一码嘛。结婚的事情是我对不起庄圆圆，不过他算计我的事情，我也一定会让他得到应有的惩罚。没想到你还铁面的嘛。不过要不是因为我有法力，你这手早就断了。不会的，从酒店到最近的医院最多也就是10分钟，你现在的医疗水平，我的手不会有事的。
哇，没想到你还挺有心机的，居然用苦肉计骗了庄媛媛。那碰到你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我手里怎么样？别打了，师娘。庄小姐，我是来跟你谈合作的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这合适吗？就你，我们两个都被那对狗男女戴了绿帽子，这口恶气你咽得下去吗？宋子明，你们家都破产了，有什么资格来跟我谈合作？因为我手里有一个大秘密。什么？你说的都是真的？当然了，是我亲自找的人。叶倾城现在就是个不男不女的怪物。行，我答应你。说吧，什么条件？我要整个叶家。成交。子轩，这个是咱们组里上个月的费用支出，总共是288万，主要是用于翻修叶家组祠。你看一下。啊。不过就是清扫了一下院子，还翻修，这个老不死的真是贪。组长，这样我看过了，没有问题。下个月你把钱打过来。啊？下个月？什么情况？账目既然没有问题，为什么不马上打钱？哎，您别着急嘛。是这样的，我这边呢……叶子轩，他叶子轩说了不算，他哪来的？叶青。你当众逃婚出轨野男人，你还有脸回来？来人，把他赶出去！哇，胆子挺大嘛，一个人来的。识相点，赶紧滚，不然我弄死你！弄死我？你有这本事？啊、大胆！叶倾城，你敢当着我们的面行凶？来人，把叶倾城拿下！让你们在叶家横行霸道，组长，这些年你私吞族里的钱，我会让你一一吐出来。来人，来人，把叶倾城拿下！这种人留着就是祸害，叶家早晚要败在他手里。你真是找死！你是去自首，还是我帮你？倾城，我们都是叶家人，如果我出了事情，整个叶家人都不会放过你的。你是在威胁？我劝你好自为之，我你惹不起。是吗？我倒想看看一个侵吞家族私产的人会是什么样的下场。叶倾城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敢对族长大不敬，你简直就是大逆不道！你得罪了威爷还敢嚣张？三日之后，威爷将会让你在北城消失。威霸天要是想来送死的话，那他尽管来。你这个吃软饭的又来干什么？倾城，你怎么没跟我说一声就回叶家？这不关你的事，我不想连累你。连累是我太低调了，居然让他这么没有安全感。叶倾城，得罪了威爷，你在北城已经没有了立足之地，我劝你早点离开北城。威霸天，我倒要看看他有什么本事。嗨，你别嚣张哈，威爷不会放过你。你让他来。哈，你还真别不信，再过两天威爷将会踏平叶家，到时候叶倾城
等着做丧家之犬。下次再这么多废话，让你当一辈子。别着急，三天之后你就能恢复了。组长，组长，我看这个叶倾城妖里妖气的，咱们还是先走为妙吧。嗯嗯，叶倾城，你得罪了威爷，好自为之。圆圆，你说的都是真的？是呀，北野哥的性格说一不二，他在婚礼当天悔婚，就不像他平时的性格，一定是被某个妖人给迷惑了。照你这么说，那个叶倾城不是善类？是呀，如今我们两家的名声都被那个姓叶的给毁了，再这样下去，北野他……圆圆，你放心。我是绝不允许这种人进入我们藏家的。奶奶，还是您明事理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好好好，不打扰你休息了。老夫人，这个中原小姐来者不善呢，她的手下人把咱们寨子全包围了。庄家这丫头美丽有余，聪明不足，小心思太多，可惜，真是可惜了。那少爷那边？当然不能由他的性子胡来，咱家的声誉不能毁在这个小子手里。那我们去北城，去岳家。好，我马上去安排。在这怎么弄呢？他被叶倾城弄哑了，怎么弄的？下药？不是，就随便一只。胡说八道，随便一只？你当叶倾城是神仙呢？威爷，是真的，我哪敢骗您啊！不过话说回来，这叶倾城看起来挺邪门的。什么意思？这叶倾城以前挺懦弱的，可是现在就像变了一个人，而且他好像会法术。笑话！你们无能就是无能，还会法术？你怎么不说叶倾城是神仙呢？可是我不管他是什么，敢在我的地盘上闹事，我就得平了他。对比叶倾城，叫我魏爷，他是京城庄家的人，和战家是齐名的。对比叶倾城，算我一个。想跟我合作就要守我的规矩。行，但是我有一个要求。什么？我要叶倾城死。好，老情人见面。走这么快干什么呀？叶子轩被赶出叶家的滋味如何呀？你以为我会跟你这个哑巴在一起吗？你想得美！当初要不是为了叶家的家产，我会跟你这个蠢货在一起吗？你想当叶家家主，你配吗？你和叶倾城都是我的棋子罢了。叶倾城不听话，不接受宋氏的注资，我只好除掉他。而你，你真以为我是想和你在一起吗？现在，我有了庄圆圆。京城名媛，那是你能比得上吗？从头到脚，你连他的一个脚趾头都配不上，配不上！疯子，我先收拾完叶倾城再来收拾你。叶总，京城战家正在计划收购我们集团，目前我们集团 51% 的股份都已经被收购了。京城战家，战北野。叶总，听说战家收购宋氏集团后，就把公司所有老员工都开除了，我们是不是也？
战北也想要收购我们公司，他为什么没有提前跟我打招呼？他想做什么？叶总，您的身体没事吧？没事，今天的会议就先到这里吧。不管以后公司由谁负责，大家都不会失联。谢谢叶总，谢谢叶总。叶总，不会真的切了吧？太恐怖了！要是一个女人没有了这个，那不是妖怪吗？哎，太可怕了，怪不得宋子明要退婚了。你们年纪真是挺大，确实小。叶总，一个女人得了绝症都已经很可怜了，而你们还在这里讨论是非，你们好像看别人积攒的样子很开心啊。那我是不是也应该让你们离开公司啊？别，叶总。我们不敢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叶总，我们错了。大家都是女人，这样相互压榨很好吗？何必呢？对不起，叶总，我们不该这么说。但是网上都说是你得了病，还嫌弃宋子明，劈腿才被人退婚的。啊，这样，渣男的惯用伎俩吧。渣男？嗯，你们怎么知道？真的？嗯，这世上还有这种臭男人？你放心，叶总，我们是绝对不会让宋子明得逞的。一会儿我们就去把宋子明的真面目告诉所有人。嗯，那谢谢你们了。你在干什么呢？你为什么收购叶氏集团？我自有打算。一个人可以把爱情和利益分得这么清楚吗？叶倾城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不仅爱我，也爱叶氏集团的资产。钱财乃身外之物，只要你跟我说，我这些都可以给你。但是你为什么要动那些小心思呢？叶倾城，我一颗心都在你的身上，你会不知道？你现在跟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？不是，只是有些感动。你就是太自大了。你是国师怎么样？你会法术又如何？我难道就不能有自己的想法？我心里想什么都要让你知道。对，我们是在一起的，你就不应该对我有任何隐瞒。我不同意。我战北野做任何事情，不需要让任何人知道，也包括你。你是我的天命之人，你爱的人是我，你就应该对我坦诚相待，百分百信任的。对于爱情，我绝对忠诚，但是我也拥有自己的权利。虽然我们是恋人，但是我们也有各自的隐私嘛。战北野，你这副跟我讲道理的样子真的好讨人厌。叶倾城，你这无理取闹的样子我也是没想到。我以为呢你和其他女人不一样，你通达是非，明事理。我突然发现你是一个控制欲十足的女人。我是因为把你当自己人。我不需要。我知道，但是你要清楚，我可以轻轻松松让你长命百岁，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我不稀罕。那是不是没得谈了？区区凡人能抵挡住长生的诱惑吗？战北野，你真有意思。
怎么，和那个女人闹不愉快了？别碰！战北野，我和你才是一路人，你和那个叶倾城根本没有什么共同语言。玩够了吧？玩够了就回来，我可以原谅你的。我知道你一时之间可能适应不了，没关系，我不急，我们可以慢慢来。我扶你回去休息，喝醉了。别碰我，我能自己走。别摔倒了。就把你送回酒店房间啊，我什么都没有。北野，到最后你还是我的。一个月前，要不是叶倾城捡了便宜，我们早就在一起了。叶倾城，怎么到现在你还在喊他的名字？他不会来了，是我的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我的男人，你也敢碰？什么你的男人，我和他从小就认识，天造地设的一对，是你破坏了我们的感情。你个贱人啊，放开我。认识的早他就得是你，若他对你有心，你又何必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、滚，不想被抓就赶紧给我滚。哼，笨蛋，每次都被人家咬。你别碰我，爱人是叶倾城。战北野，那是我。你来了。嗯，庄媛媛走了，你现在安全了。我没事，你走吧。你确定你没事啊？叫善风来，送我去医院。庄媛媛给你下的可是最猛的药，去医院也没有。想不到你脾气还挺大的。好了，别老情绪了，我尊重你的选择，也尊重你的隐私，只要你对我们的感情百分百的忠诚。嗯，来吻我。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快点。葫芦精绝了，我要叶倾城的命，无论如何他今天必须得死。公公子别着急啊，不光是叶倾城，就连那个臭小子魏爷也会一并解决。北城就不允许有这么牛逼的人存在，我们现在就去叶家，给他立立规矩。是。哟，来了，人还真不少呢。叶景琛，明年今日就是你的忌日。话别说的太早，谁的际遇还说不准呢、啊、叶倾城，你胆子挺大呀，知道我们今天要来，身边一个人都没有。对付你们这群蛇虫鼠蚁还需要别人吗？放肆，你个臭丫头。叶倾城，死到临头了还在嘴硬，还不跪下来给我们道歉。下跪？对啊，嗯，这个成语。
怎么回事？我怎么起不来了？混账东西，看到他你怕成这样？不是啊，我也真的起不来了。怎么回事？ 叶倾城，怎么回事？你到现在了还耍这些鬼把戏？你个神婆！啊！今天姑奶奶心情好，就陪你吗？啊！哎呦哎呦！组长，好戏刚开始呢，走什么呀？嗯？你这臭丫头！ 到底在耍什么把戏？大小心，这丫头在这房子里面放了不少陷阱，这些都是障眼法，别害怕。我就是陪她在玩一玩而已。威霸天是吧？你不是北城最强吗？今天就让我看看你的本事吧。找死！啊， 杀人了！敢在老子面前装牛逼，老子送你上西天！威爷威武，任他再嚣张，不过一枪子的事儿。威爷霸气啊！我活过来了。 威霸天，大夏国有规定，公然持有违禁武器，你就等着吃牢饭吧。你怎么没死啊？区区小伤而已。哎呀，刚才为了修补身体，消耗了太多法力，再这样下去，我会自爆而亡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叶倾城，你装什么装？你已经快死了。威爷，虚张声势而已，他快不行了。 老子送你见阎王！谁敢动我的女人？威爷，威爷，快开枪！就是他一直挑战你的权威。开开开！你妈的，头开！威霸天，见到少爷还不下跪！ 什么少爷？你说什么？你让威爷跪下！你知不知道威爷是全北城最大的爷？属下不是战野驾到，有失远迎，还望战野恕罪。威爷，威爷，你怎么给他下跪呢？因为他是战北野。啊，那就是京城战家家主战北野。 老天不公，为什么叶倾城的男人这么厉害？你为什么不叫我？昨晚看你太辛苦了，想让你多睡一会儿。你现在怎么样？我刚刚用法力修复了香伤，现在没法力反噬。那我该怎么帮你？战北野，战奶奶是不会同意你和这个妖女在一起的。 你死了这条心吧！姓庄的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他是战北野？我当然知道，他辜负了我，我怎么会不知道？你个贱人，你故意害咱们！是你们蠢！你要害死我们了！战北野，叶倾城都快死了，难道你下半辈子要和这个死人待在一块吗？庄媛媛。 我念及我们两家的情谊，对你一直忍让，可是却越来越嚣张，简直无法无天。那又怎样？你辜负了我，我得不到你，他也休想。总裁，战氏集团投资部发来消息，庄家破产，我们已经收购了他们所有。什么？战北野？ 你也太过分了吧！你这样对庄家，你一点也不顾我们之间的情谊了。给你机会了，是你自己不珍惜。
战北野，现在你们战家是战奶奶做主，难道你要违背她的意愿娶这个妖女吗？战奶奶到！战奶奶到！爸，臭小子，你赶紧滚出去！回家我再好好教育你。滚！走。哎，老太太，你怎么来了？清晨，你脸上怎么那么难看？他受伤了。奶奶。没事，好孩子，都怪奶奶来晚了，让你受委屈了。战奶奶，你们老糊涂了吗？战北野娶这个妖女回家呀，你们战家会名誉扫地的。闭嘴！敢跟老太太出言不逊。圆圆，打小我看着你长大，自然也希望你能成为申家的孙媳妇，可是。你嚣张霸道，诡计多端，算计心狠，我们战家是绝不允许你这种人进入家门的。什么意思？你觉得我不配了？对，你不配。你们战家是多好的人家呀，战北野娶了这个妖女回家，你们战家就等着玩完吧。圆圆，爱情是不能勉强，你好自为之吧。阿爷啊，把清晨送进医院吧，不管花多少钱，耗费多少资源，一定要把清晨的病治好。好奶奶。战北野、叶倾城，你们害得我家破人亡，还在我面前秀恩爱，狗男女，我要杀了你！奴才，哎呀，战北野，既然你这么护着他，那就替他去死吧。战北野，北野，奴才，北野，奴才，北野，奴才，成，我要守约了，不能陪你白头到老了。不回来，不回来！我救你，奴才，倾城，你不要师父了，要你好好的活下去。奴才，奴才，北野，战北野，战北野，你醒醒，你醒醒，战北野！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不能救你？为什么？北野，北野，你醒醒！大明万气浑身，我得真英，内景玉庭，急急如律令，变变，我再变，我真的一点法力都没有了，气死了！又在修炼呢？哎呀，小心肚子里面的孩子啊！
战北野，我真的一点法力都没有了，我变成一个凡人了。怎么，做一个凡人不好吗？我那么强，怎么能没有法力呢？哎，好了，后厨给你准备了你最爱吃的蛋糕，你去尝尝。谢谢。嗯，是什么蛋糕？是我最喜欢的芒果蛋糕吗？当然是你最爱吃的芒果蛋糕了。那还在等什么？赶紧走吧，我都馋了。你慢点，小心肚子里边的孩子。哎呀，知道了，周末。